我叫张香云，今年五十八岁。我是企业退休的。刚退休的时候，退休金才两千出头，慢慢的，现在已经涨到了三千块钱。我和老伴年轻的时候都在我们县的毛纺厂上班，我们一直住在毛纺厂那两间低矮的平房里。在我四十八岁那年，老伴突然得了心梗，还没送到医院就闭上了眼睛。那几年， 我恍恍惚惚的，老伴的离世对我打击太大，犹如抽筋断骨一般。我觉得自己的天空一下子阴沉沉的，天都要塌了的感觉。那几年，我们为了给儿子攒首付买房子，省吃俭用。我明知道他的血压高，心脏又不好，我让他去医院查个体，看看什么情况。他说去一趟医院，几百块钱就不见了，好几天挣不回来。 他可不去花这个钱。我一直对老伴的去世深感愧疚。如果我当时就拽着他去医院早做检查，也许老伴就不会走了。但是生命是一辆单程车，再也无法回来了。儿子很聪明，在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很棒，在班里数一数二的。可是到了高中，本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开始逆反了，我说的话也听不进去。 还偷着玩手机。他只读了一个大专。老伴去世那年，儿子才读大二。我一个人挣钱养家，压力非常大。我要给儿子挣学费和生活费，我还得攒钱给儿子买房子。我出去打了两份工。白天我在一个商店里帮着人家卖货，晚上的时候我就去附近的烧烤摊上帮忙，给人家打扫卫生，或者帮着串一下肉串。 晚上烧烤摊到十二点多才开始收摊，我到家睡觉的时候就得凌晨一点多了。由于我白天晚上连轴转的干活，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，几年下来，我的头发都白了。五十来岁的年纪，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样子。好多老同事都惊诧于我容貌的变化，我只能哭笑。丈夫走了，儿子还没有买上房子。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就咬着牙使劲干活吧。儿子毕业以后去了我们县城的工业园上班。儿子大了，懂事多了。他工作很努力，人也忠厚踏实。我的心里才有了安慰。儿子的工资五千来块钱，虽然不高，但是他不乱花，再好好攒着钱买房子。终于，我们给儿子看好了一套比较合适的房子，先交上二十万块钱。 每月还有三千块钱的房贷，给儿子买了房子的那天晚上，我把门窗关紧，别让邻居听见。我大哭了一场，几年来心里的痛苦、悲伤、委屈，在那一刻随着眼泪都淌出来了。别人家都是夫妻一起努力给孩子买房子，而我们家都要靠我，我一个女人经历了这些，真的太难了。儿子终于有了房子了。 我也算松了一口气了。儿子体谅我的艰辛，他告诉我每月的房贷由他来还，我很欣慰。儿子长大了，有担当了。我告诉儿子，如果还房贷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一声。儿子说不用，他紧紧手就过去了。儿子嘱咐我把晚上烧烤摊的活辞了吧，太累了。我听了儿子的话，把晚上的工作辞掉了，这才轻松了一些。 儿媳妇是和儿子一个公司的，她的娘家是农村的，就住在县城边上。儿子结婚以后，我带了三年孙子，带孙子的这三年，我一分钱都没有攒下，三千块钱的退休金基本上贴补给了他们。本来帮助儿子家也是应该的，可是儿媳妇的消费观念却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但是她买衣服。 买化妆品却要买好的，儿媳妇长得比较漂亮，皮肤很白。她说：“好皮肤都是靠好的化妆品才养出来的。”儿媳妇一套化妆品就得两千多块钱，也就是用几个月。每当我看到儿媳妇提着化妆品包装袋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疼得心里直哆嗦。儿子倒是非常节俭，从小他就知道我们家没有钱。 可花可不花的钱，他就不花了，我就不懂了。儿媳妇也是农村家庭，她为什么就不会好好过日子呢？后来我想了想，可能她娘家离县城近，来县城买东西方便，慢慢的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。儿媳妇还经常叫着儿子出去吃饭，咱们都知道，出去吃饭既不健康卫生，又太浪费钱了。 哪顿饭你不得花个三百二百的呀？少说也得一百多块钱。这些钱差不多够我们一周的生活费了。儿媳妇曾经告诉我，她去饭店时要了一只鸡，就花了一百八十块钱。天哪！如果我出去买一只鸡的话，也就是花个七八十块钱。我会把一只鸡分成三份，我们可以吃好几次呢。不过为了和儿媳妇和睦相处，不造成矛盾。 这些话我从来不说，我都是憋在心里。在儿子家带孩子，我一直遵守少说话、多做事、该出钱就出钱的原则。带孩子那几年倒是也相安无事。有时亲家也来家里玩，亲家吃饭很挑剔，他说不吃猪肉，只吃海鲜和牛肉，我就得赶紧出去买这些。我们平时是不舍得吃的。亲家虽然没有养老金。 但是戴着金镯子，穿的衣服比我好多了。而我这辈子没有一件首饰，就那几件衣服，我已经穿了好多年了。孙子一天一天大了，我心里也越来越着急。我没有攒下养老钱，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如果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怎么办？虽然儿子多次承诺过，说以后他会好好给我养老的，但是爹有娘有也不如自己有啊。 何况是找儿子张口要钱呢？孙子上了幼儿园以后，我决定出去打工了。我的身体还不错，虽然看上去比较苍老，也没什么毛病。很快，我在一个老姐妹的帮助下，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商场里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，一个月两千二百块钱。商场干保洁区域不同，拿的工资也不一样。 如果在服装区和那些卖烟酒的地方，工资是一千八百块钱，因为那里很轻松，打扫起卫生来容易。一楼的生鲜区和副食品区，这是商场里最难打扫卫生的地方，地上经常有水渍和油渍，很难打扫，一刻也不能闲着，好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干活。为了多挣四百块钱。 我主动申请去了这里打扫卫生。我天天拿着扫把，拿着拖把，一直在那里拖。尤其是卖熟食的地方，有的时候顾客会把汤汤水水洒到地上，我得马上就得过去拖地。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，毕竟在商场里工作，冬暖夏凉，环境不错。让我更欣慰的是，退休金之外又有了一份收入，让我的心里有底气了。 我在这里挣两千二百块钱，退休金三千块钱，这样一个月我就有五千多块钱的收入了。每天我花费很少，因为商场里经常有打折的蔬菜和食物，我就趁着打折的时候买下一点，放在冰箱里，就得吃好几天。一个月下来，我也就是花六七百块钱的生活费。我得赶紧攒养老钱，年纪一天大起一天了。 说不定哪天就会生毛病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自从我去商场干保洁以后，心情好了很多。这个商场里也比较正规，我们这些打扫卫生的，每个月可以休两天假。那天我休假的时候，特意在家包了水饺，炒上了四个菜，让儿子一家三口过来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儿媳妇笑着对我说：“妈。” 你现在的收入很高了呀！你一个老太太能挣五千多块钱，真的不错。你的收入比我们还要高了呢。这些日子我们公司效益不好，这个月我发了四千六百块钱，你儿子发了四千八百块钱。我们每月还要还三千块钱的房贷。本来你孙子正是长个子的时候，我们得给他喝奶粉。 可是现在我们都不得不打算断了孩子的奶粉。我马上接过话头说：“儿媳妇呀，你们两个人现在收入也近一万块钱，除去房贷还剩六七千呢，怎么连孙子的奶粉都供不起了呀？不可能吧？”儿媳妇朝我哭穷说：“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都高，我既要买化妆品、买衣服，还要买菜买饭。” 哪有钱给你孙子买奶粉了呀？妈，要不这样吧，每月你的退休金正好够帮我们还房贷的，你就帮着我们还房贷吧。反正你现在挣五千多块钱也花不了，你攒了钱将来还不都是给我们的呀？我一听就愣住了，儿媳妇竟然让我帮他们还房贷。这时，儿子马上说：“妈，不用你帮我们还房贷，我们自己能还上。” 以后我们大人花的少一点，给孩子买奶粉是没问题的。儿媳妇马上把脸一沉，用胳膊肘戳,戳了一下儿子，她说：“你少说废话，这个家柴米油盐都是我来操心的，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每月还完房贷，剩下的这些钱根本不够花的。”儿子建议儿媳妇以后少买化妆品。 或者买的便宜一点，一个月也能省不少钱。可是儿媳妇说：“如果用便宜的化妆品，我的脸出了问题，你能负责吗？我跟着你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，可不能降低生活质量的。我以前就是这样消费的。这个日子呀，是过不下去了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”没想到儿媳妇最后撂下这几句话，把筷子一摔。 转身就走了，孙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我连忙抱过来孩子，我心疼孙子呀，孙子可是我的心头肉。我让儿子赶紧去追儿媳妇，我好不容易让儿子成家立业了，我可不能让他的小家庭出问题。我抱着孙子去了儿子家，儿媳妇还坐在那里气呼呼的，孙子过去她也不搭理孩子。我说儿媳妇呀。 你们以后别吵架了，你们一吵架，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。我听你的，以后我帮你们还着房贷，只要你们别吵架了。我以为我说了给还房贷以后，他会很高兴的，可是没想到儿媳妇还是耷拉着脸，身子一拧就进了卧室，再也没有搭理我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默默地从儿子家走出来了，在路上。 我的脑子紧锣密鼓的思考着，我的退休金给儿子家还房贷以后，我更得好好的去打扫卫生了。我甚至还在想，要不就再去打一份工。可是这个念头我又把它掐灭了。毕竟我不服老不行了。现在打扫完一天卫生，晚上就腰酸背痛的。再说打扫卫生是两班倒，我总不能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吧。 儿子的工资平时交给儿媳妇拿着，回到家里我就赶紧给儿媳妇赚去了三千块钱。我给她留言说，以后继续让孙子喝奶粉，余下点钱好好攒着，以后留给孩子上学用的。因为现在的家长都特别重视孩子的发展，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，我们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 从那以后，我在商场里干活更卖力了。可是那天我在拖地的时候，脚底下一滑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起不来了。多亏一个好心的顾客把我扶起来了。我请了病假，找一个诊所治了几天，勉强能走路了。我赶紧去了商场，可是已经有人代替我了。我急了，赶紧去找楼层经理，请他帮忙再给我安排个活。 我说特别需要这份工作，在我的恳求下，经理给我安排了另外的楼层，让我去打扫三楼的卫生。那里是服装专区，工作轻快，但是一个月只有一千八百块钱。我去了三楼打扫卫生了，在这里干活的确轻松一些，有时还能和来这里买衣服的老姐妹聊聊天，也不错。 把退休金给了儿媳妇，现在挣钱比以前少了四百，我比以前更节俭了。为了省电费，把家里的冰箱停了，晚上看电视我都不舍得开灯。洗菜的水和洗衣服的水我都攒着冲马桶的。虽然我口里不吃，肚里挪的攒钱，但是也攒不下多少，毕竟收入太少了。那天我正在打扫卫生，我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 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亲家和儿媳妇在那里挑衣服。店员给亲家推荐了一款羊毛衫，让亲家穿上一试很合适。那件衣服一千零八十块钱。儿媳妇在那里和店员讲价，店员给把零头抹去了。亲家说：“咱不要了，这衣服太贵了。我一个农村老太太穿一千块钱的毛衣，那还了得。”儿媳妇说：“妈。” 我给你买的衣服都少不了好几百，这件毛衣摸起来特别舒服，你就要着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有钱了。婆婆给我们交着房贷，这样我们每个月就有一万来块钱的零花钱了，根本花不了。你就放心买吧。过几天我给你和爸爸报上旅游团，你们出去玩玩。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们两千块钱的零花钱。 你也不用节省了，店员夸奖儿媳妇孝顺，说亲家有福气。店员开好了小票，儿媳妇去收银台付款了。我想转身就走，不让他们看到我，省得尴尬。但是我又想了想，决定过去打招呼。我拿着拖把走过去的时候，亲家一看见我就神色慌乱，他一个劲的往衣服架子后面躲着，以为我没有看见他。 我笑着说：“亲家，别躲了，我早就看见你们了。你们刚才买了一件一千块钱的衣服。”亲家满脸通红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儿媳妇回来了，她看到我以后大吃一惊，她说：“妈，你不是在一楼打扫卫生吗？你怎么来三楼干活了呀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，我摔了一跤，我根本没有和儿媳妇说。 他当然不知道我的工作地点变化了。我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我刚过来几天，刚才打扫到这个地方，正好遇见你们在买衣服。这件毛衣不错，颜色正，料子舒服，当然价钱也不低。我现在一个月才挣一千八百块钱，我一个月挣不到两件毛衣的钱。”儿媳妇面红耳赤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 他们拿着衣服匆匆地走了，边走边嘀咕着什么。我细心地把这个服装大厅打扫好了卫生，找个排椅坐下来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那天我刚刚发了退休金，我本来打算下班后就把钱给儿媳妇转过去。现在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想法，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给她转钱了。儿媳妇孝敬父母是应该的。 他用自己挣的钱，无论想给父母买什么东西，都无可厚非。但是儿媳妇用我的退休金补贴亲家，亲家衣食无忧，安享晚年，而我天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干保洁，我值得吗？我打算再干两年保洁，把房子卖了。我那套房子虽然是平房，但是带院子，有证，附近还有学校。我曾经打听过。 能卖五十万左右，我找个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，安静的度过晚年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？还会继续帮儿子家还房贷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：流光珍珠。我的亲生父母都活着，可是我却没有爸爸妈妈。五岁那年，亲生父母为了拼个儿子。 把我送给了舅舅。从那天起，亲生父母说：“别叫我们爸妈，舅舅舅妈才是你爸妈。”舅妈反驳：“你又不是我生的，瞎叫什么？”于是五岁的我变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。五岁生日这天，生父母收了五百块，要将我送给一对生了傻儿子的夫妇。好在舅舅连夜赶到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家两个都是小子。 三妹就给我当女儿吧。那时我还没有大名，跟村里其他人家的第三个女儿一样，唤作三妹。后来，舅妈曾无数次跟我说：“要不是你舅舅，你就要嫁给那家的傻儿子了。你长大一定要孝顺你舅舅，晓得不？”舅舅请村里的老人给我取名宋流珠，他期盼我能成为流光溢彩的珍珠。 可实际上，我只是平凡普通的卵石。舅舅很好，可舅舅很忙，他每天要开着托米的拖拉机去各个村子里给谷物脱壳，早上五六点就走了，有时半夜八九点才回家。舅妈很凶，总是板着一张脸。大哥那会十三，正是叛逆期，基本不搭理我。二哥比我大两岁多，扯我头发。 拽我衣服，还往我被子里放死老鼠。我天天盼着下雨，这样舅舅不会上工。有他在，我才感觉那是家。没多久，舅舅送我去读学前班。舅妈脸拉得很长很长，你带回来给口饭吃就算了，还要费钱送他读书，你是钱多得花不完哦。舅舅陪着笑脸。村长说了，小孩都要读，不然犯法的。 舅妈依旧骂骂咧咧，我脚着手一言不发，恨不得自己是个聋子。舅舅低声下气：“好了吗？别当着刘珠的面说这些。”舅妈狠狠白我一眼，进了厨房。很快，里面传来砰砰砰的声响。舅舅将我拉过去，温声细语：“你舅妈就是脾气大，心不坏的。刘珠，你以后懂事点，多帮她干点活。” 他会喜欢你的。放学后，二哥跟一群小伙伴打弹珠、打纸板，我则飞奔回家割猪草。你们不知道吧？现在卖十来块一斤的水芹菜，那时田埂边大片大片都是，猪都吃腻了。割完猪草，我得帮着煮饭、摘菜，等舅妈回来炒炒就能吃。一到周末，我还要洗全家人的衣裳，装衣裳的桶。 比我半个人都高。那时田地里有干不完的活，种红薯、翻红薯藤，种花生、收花生、插秧、拔草、打药。双抢，舅舅成天在外面，这些活大部分就落在舅妈的身上。她干活回来累得半死，大哥叛逆顶嘴，二哥上房揭瓦。如今想想，他的坏脾气也理所应当。小孩瞌睡大。 很多时候，舅舅回来，我都睡着了。早上一醒，我会摸摸枕头下，棒棒糖、滑滑丹、酸梅粉，这是舅舅独独给我的宠爱。这天我一摸是空的，正是失落。舅妈推门进来，她脸色沉沉，举起手里的棒棒糖，问：“你哪来钱买的棒棒糖？你是不是偷东西？”我抿着唇一言不发。她气坏了。 小时偷针，大来偷金，我非要狠狠打你一回，让你长长记性。他拿起墙角的竹叶扫把往我身上抽。这时，大哥吃好早饭要去上学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变声期的嗓子满满不耐烦：“你是哑巴吗？那是爸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说？”那天晚上，我听到舅妈低声哭泣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。 也不见你给我买点糖啊，果丫的！你现在对他倒好。舅舅温柔解释：“我赚的钱不都在你手上？你要买我也从不说，你那能一样吗？”好了，小声一点，别让孩子们听笑话。隔壁声音渐悄，舅舅轻轻推开我的门。我哽咽道：“舅舅，你以后不要给我买零食了。”他帮我把蚊帐拢了下。大人吵架跟你没关系。 你睡吧。后来舅舅带的零食就是双份的，我一份，舅妈一份。二哥嗷嗷叫，我也要。舅舅一巴掌拍上去：“你一个男娃吃么子零嘴？”舅妈阴阳怪气：“我还是托外甥女的福，要不然没这待遇。”但她叼着棒棒糖，在婆娘们中就换了面孔，喜笑颜开道：“我家新城还把我当细妹子。” 天天给我买糖吃，你们说他是不是浪费钱？一年多后，生母总算如愿以偿，生了个男孩。舅舅舅妈带我去吃满月酒。生母家的东西几乎被计生办的人搬空了，椅子都是找邻居家借的。但他满脸喜气，总算生了个儿子。看谁还敢在背后嚼我舌根？表弟已经取了名，叫张伟。 它又黄又黑，脸上还有很多绒毛，活像是一只猴崽子。我不懂，为什么还被夸可爱？我几乎本能的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生母的笑容马上凝在脸上。别乱叫，现在舅舅舅妈才是你爸妈，晓得不？舅妈皮笑肉不笑，她又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也别喊我妈。所以，到底谁才是我爸妈？ 最后是舅舅拍拍我的背，找你姐姐们玩去吧。客人们都被招待甜酒鸡蛋，他们碗里都握着两个鸡蛋，我的碗里只有稀拉拉的糖水，如从小到大的无数次一样。生母道：“家里鸡蛋不够，再说小孩子吃太多鸡蛋不好。”厨房灶上火快灭了，你快去帮着烧一把。我当时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。 小小的我还不知如何去反抗父母这样的权威。后来是舅妈到厨房将被火烤得满头大汗的我拎起来，她揪着我耳朵，特意给你买的新衣服，你跑到这里玩火，来做客都不老实。她嗓门很大，生母很快被吸引过来，她面色尴尬，是我让三妹烧火的。舅妈松开我，面色淡淡的。 那好吗？她是你女儿，以后还是留下给你烧火。生母脸色微变，赶紧道：“我就是让她搭把手，都已经送给你们的姑娘，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”两人你来我往，将我像物品一样推脱。最后生父来了，他拉长脸：“嫂子要是不收，我还是把她送到张麻子家去，还能收五百块钱，正好给小伟买奶粉喝。” 回去路上，舅妈一直在说我，到底还是亲生的，不给蛋吃也愿意给他们干活。你在官友们子用，他们还不是像丢垃圾一样把你丢了？三个女儿独独不要你，啧啧。我坐在自行车前杠，夏日的热风兜头往我眼里钻，弄得我眼睛又酸又涩。从那天后，我有舅舅舅妈，有姑姑姑父。 却独独没有了爸爸妈妈。舅妈平时倒也还好，只是每到开学时，她脾气就格外暴躁。那会义务教育已经普及，可读书还是要交钱的。三个孩子一起读，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，压力巨大。舅舅总要花点时间说服他继续让我读下去。每到暑假，生父母会邀请我去住一段时间。 我想拒绝，舅舅会说：“他们毕竟是你爸妈，也是想你才喊你回去。”生父母家只有一个三叶吊扇，夏天天热，一大家子便把凉席铺在水泥地面睡。我睡在最外边的角落，几乎感受不到风，只能闻到满屋子的汗臭味。他们也并非想我，是暑假双抢家里活多，抓我回去帮忙，对外却还要做面子。 三妹是客，不能让她下地干活的。的确是不用去田里收稻子，我得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喂猪、晒谷子。双抢结束，他们又忙不迭把我送回去，不能住太久，不然你爸妈要寒心。每次回去，舅妈都要阴阳我至少半个月。日子疏忽而过，小学四年级的暑假，大哥中专毕业，去厂里上班了。 地里的稻子已经金黄色，垂下了重重的头颅。生母一大早骑着自行车来了。三妹放暑假了，我接她去我那边玩几天。舅妈拉着脸不说话，舅舅笑了笑。那刘珠，你去收拾几件衣服吧。生母笑呵呵的，不收拾也没事，她两个姐姐都有衣服。趁着舅舅舅妈不在，生母拉着我的手低声道。 你留在舅舅这，不得让你下地，跟我回去，不用晒太阳，多好。舅妈端着凉茶从厨房出来，看到了这一幕，我甩开了生母的手，大声道：“我不想去。”大哥上班去了，家里人手不够，我今年要留下来帮忙。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？生母说着，伸手紧紧抓住我，我还能害了你？舅妈快步上前。 一把扯过我，刘珠不想去就别勉强，放寒假时再去你那玩吧。这年暑假，我陪着舅妈收稻子，村里人都打趣：“哟，头一回看到刘珠下田。”舅妈大嗓门：“养他几年，帮我干点活不是应该的吗？”从那以后，我暑假没有再回过生父母的家。舅妈纵使对我没什么笑意。 可每到过年，都会为我添一身新衣，不像生父母那五年，我从来都是穿两个姐姐剩下的小裤破了好几个洞都不给我换新的。谁好谁坏，我还是分得出来。我小学毕业那年，二哥考上了一中，大哥打了两千块回来，说是给二哥当学费。他在厂里工作辛苦，工资也不高。 两千块不是小钱了。那年他满了二十，舅妈开始着急给他娶媳妇。大哥总说不急。夜深人静，舅妈跟舅舅哭诉：家里要啥没啥，还有两个读书的，哪有姑娘看得上？他该不会打一辈子光棍吧？舅舅宽慰他：还小吗？我不是也二十三才跟你结婚？小什么小？他同学现在孩子都两个了。 二哥高中是寄宿，他长大后性子稳重了些。那会非主流正流行，每到放学，校门口总是有那么一群染着黄头发、耳朵上全是耳钉、眼圈黑漆漆的男男女女。我一般都绕着走，但十一前最后一天，我打扫卫生走得晚，领头的女孩拦住我，她嚼着口香糖，拽着我头发问：“有没有钱？” 我使劲摇头，那把你这辫子剪了吧，也能换点钱。他拖着我往旁边的理发店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洪亮的嗓门响起：“你们干嘛呢？”二哥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而来，一个脚刹，在我面前停下，泥巴地扬起一层灰。他很凶，还不松开我妹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训我：“你反抗呀！” 你喊呐，踢呀，打呀，别人由他们欺负。训到一半，他又叹口气，算了，还是别反抗。辫子还能再长，人比较重要。第二天，他带我去找他初中同学，一个胖胖的、满是纹身的黄毛，也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活动。从那天开始，哪怕我从他们面前过，也没人拦我。到了初三，婆娘们开始议论我了。 刘珠初中快毕业了吧？你舅舅舅妈这几年养大你不容易，到时候要孝顺他们，晓得不？他们也会跟舅妈说，刘珠长得漂亮，性子又乖巧，明年就能出去赚钱，到时候你老大彩礼钱不就有了？舅妈大声道：“这些年我没亏待过他，孝顺我们也是应该的。小学时，舅舅上门打米的生意很好。” 可现在好多村里都有电动打米机，村民们会自己用三轮车拖着稻子去打米，随到随打，便宜又方便。舅舅的打米车也有年头了，三天两头就坏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二哥念高三了，成绩不错，有望考个好大学。舅舅一方面很高兴，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学费、生活费发愁。 我想，我应该会跟生母家的两个姐姐一样，初中毕业后就进厂吧，然后过个一两年，像一个彩礼出的高的男人嫁人生子。因为存了这念头，期中考试我成绩都下滑了。舅舅拿到成绩单，狠狠拍了下桌子：“你书就是这么读的，退步了二十多名，你这样连考一中的资格都拿不到。” 那时乡下初中考一中，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。根据学校往年的录取人数，会分配一定的名额。我们学校一般是三十个左右。反正初中毕业就要去打工。舅舅瞪大眼睛，你听那些婆娘们乱说，只要你考得上一中，我砸锅卖铁也送你去读。我瞟了舅妈一眼，她阴阳怪气，看我做什么？我们家。 你舅舅当家，这就是默许了。我眼睛一下就红了，哽咽道：“我会好好读的。”那天之后，我几乎是头悬梁、锥刺股的学习，成绩也迅速回升。家里的活，舅妈也不怎么让我干了。她没个好气，被你舅舅知道我使唤你干活，又要骂我。我这不是养外甥女，我是养了个公主。二哥高考结束，分数不错。 考了个省内的九八五，舅妈那叫一个扬眉吐气，脸都快笑烂了。我也顺利拿到了考试资格，考一中要去县城，老师带队住宾馆，吃饭住宿都是钱。我们订的宾馆大约许久没住人了，被子都是霉味，夜里天花板有老鼠在爬，一晚上稀稀疏疏，我几乎都没怎么睡。考试结束回到村。 我脸色煞白，舅妈啧啧，看这样子是没戏了。好几个同学邀我一起去广东打工，有热心的婶婶还给我介绍对象。舅舅说再等等，成绩出来再说。很快到了我十六岁生日这天，生母上门了，他还在镇上买了个小蛋糕。我还以为他是心里有愧，在补偿我，没想到酒足饭饱，他倒出来一。 三妹初中毕业，也满十六了。我给她看了一门好对象，那个男的二十五，之前出了车祸，走路有点一瘸一拐，但彩礼钱能出到十五万。二零零七年，小乡村里的十五万是一笔不小的钱了。生母满面春风，这钱到时候我们一人一半，刘光的大学学费、生活费不就都有了？ 反正三妹也考不上高中，去打工也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赚到这个钱，他就当着我的面说这些，如多年前一样，把我当一件奇货可居的物品。我气得脸色涨红。生母还在眉飞色舞。三妹，虽然那男人有点瘸，但是条件很好的。那场车祸，他拿了几十万赔偿款，你嫁过去就是好日子。我生了你。 还是要为你打算不？我咬着牙，我会考上的。生母嗤笑：“算了喽，你小时候不知道多蠢，一到二十都数不清，考得上一中才怪。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几斤几两重我还不知道。我的确蠢，我竟然以为对于送走我，他会良心不安。眼泪滚落，我大声吼：考不上一中，我就去打工。” 我才不嫁人！你五岁就不要我了，我赚钱给舅妈也不给你。正是情绪爆发，家里的座机响了，是班主任打来的。宋流珠中考成绩出来了。他停了一下，我的心高高悬起，然后听的他说：“你考上了，我们学校考上十个，你是第二名。”额头热汗汩汩而出，我伸手一擦，发现自己竟然哭了。 舅舅抢过电话，又问了一遍。得知成绩后，他连连点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感谢老师栽培，感谢感谢。”舅妈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，贴在话筒背面。听完后，盯我一眼：“你回来脸色煞白，我还以为没戏了。”生母表情怔怔的，喃喃道：“从一到二十都数不明白，还考上了一中。”他眼珠子一转。 一个高中生，一个大学生，你们怎么供得起？要我看，还是让她嫁个好人家算了。二哥一直在隔壁睡觉，他一向不喜欢生母。此时猛地拉开门，她现在是我妹妹，是嫁人还是读书，跟姑姑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学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可以自己赚，不用她牺牲。你知道考一中有多难不？ 刘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考上的，你说不读就不读。舅舅装模作样训斥刘光：“怎么能这么跟你姑姑说话？没礼貌。”那会亲戚间就是如此，局语不断，可明面上极少撕破脸。生母脸色红红又白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姑姑，就算我要嫁人收彩礼，钱也是给舅舅舅妈。” 你已经把我送出去了，不能再卖我一次吧？生母被气走了，一路骂我白眼狼，还说舅舅舅妈花钱送女娃读书，肯定是脑壳烧坏了。舅妈晚上杀了一只下蛋老母鸡，给我加了个大鸡腿，吃吧。记得以后彩礼钱都要给我。村里的婆娘们也劝舅舅舅妈，儿子读大学要那么多钱。 还费心费力养别人家的姑娘，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亲生妹子都不一定送去读书，一个外甥女这么上心。录取通知书上附有费用清单，一开学就要交学费、住宿费、杂费，共计一千八百。舅妈的脸黑的像是锅底，我去哪里给你搞这些钱？你以后工作工资要全部上交小德部，晓得不？ 二哥的学费可以贷款，生活费还是要准备的。穷的时候，一分钱都难死英雄好汉。舅舅四处筹钱，有人说找你家老大要点撒。舅舅干笑几声，送子女读书是父母的责任，又不是他当哥哥的责任。我们没钱支援他娶媳妇、建房子，已经是对不起他了。二哥去县里给人做家教。 顺便在网吧打工，晚上就睡在网吧的沙发上，可以省房租钱。我也想出点力，正好这天村里来了收头发的，我头发又浓又密，留了五年，快到后腰那么长了。讨价还价后，八十块卖了。我拿着钱，满头大汗跑回家，舅妈正好从地里回来，我把钱递给她，舅妈，我把头发卖了。 卖了八十块钱，舅妈擦擦手，撸了几把我的后脑勺。哪个杀千刀的，把你头发剪这么短？没关系的，舅妈，它还会再长。而且你不是总说我头发太长，掉的家里到处都是。我带你去理发店修一下，太丑了。不用了，舅妈，你拿剪刀给我随便剪剪，别浪费五块钱了。那个傍晚，红霞漫天。 舅妈借来新剪子给我修头发，一边修一边骂，先骂收头发的不是个东西，又骂我是个蠢货，任由别人乱剪。骂着骂着，她声音低了，以后你这头发还是留起来，细妹子当然是长头发好看。家里不缺你这八十一百。二哥回来看到我大辫子没了，气得半死，你干脆剪个平头算了。 这发型从背后都分不清男女。生母知道后也骂我蠢。你头发那么长那么多，至少可以卖一百五十块钱。高中三年，我头发一直也没留长，因为短头发更好打理，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后来是大哥赚了一千块回来，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。进了高中，我才知道，人与人是不一样的。 很多同学暑假就上了补习班，提前学过高中的内容，他们轻松跟上老师的进度，而我却像是年迈的老黄牛，吭哧吭哧往前赶。老师更多的是照顾优等生，不会顾及我们这些差生是否理解。一个月下来，我的自信心几乎土崩瓦解。十一时，二哥回来了，我抓住机会问他题。 问着问着，情绪就低落下来。学不完，根本学不完。二哥放下手里的笔，刘珠，我刚念高中时也跟你一样，觉得自己蠢，有很大的落差感。我什么都想学好，想证明自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学习也该有所侧重和舍弃。他告诉我，到了高二就会文理分班，学理科的。 文科科目基本不会接触，只要统考及格就行，所以我完全可以从现在就做选择，先人一步，提前夯实基础。理科相对好就业，文科记忆性的东西多，更适合女生。你自己选。那个夜晚，繁星漫天，二哥说起过往，轻描淡写。可他当初一个人翻过这些高山时，一定千难万难吧？ 如今他握有明灯，马上回身来指引我，希望我能少走弯路。我决定原谅他小时候在我被窝里放死老鼠的事了。我想好就业，我想多挣钱，所以我选择了理科，放弃了历史、政治和地理，因为科目少了，我的精力更集中，学起来压力要小了很多，也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进步。 但期中考试排名，我在班级四十多，因为文科太拉胯，将总分拉低。生母得知我成绩后，啧啧道：“我早说了，他不是读书的料，这个成绩怕是只能考个三本吧。”村里人也道：“送达米家里的钱，肯定是用不完，烧得慌。”刘才到现在还没结婚，他们倒是不急。怎么不急？舅妈都快急死了。 他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家里条件太差了。高一那年的寒假后，舅舅也跟着包工头干活了。工地上日晒雨淋，几乎没有休息，很辛苦，但一个月有三千来块，比打米赚钱多了。舅妈则在工地上给人煮饭，除了工资之外，她还能捡点废铁丝之类的，算下来也有近两千的收入。舅妈把我的生活费涨到了三百。 你二哥那时候才给二百五，等你工作了，这钱要五倍还给我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相处这么多年，我渐渐摸清他的脾性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高二那年寒假，大哥总算带了个女友回来了，舅妈乐坏了，张罗结婚的事。可那女孩要求十万彩礼，在县城还得买套房。 这大大超出了舅舅舅妈的能力。舅舅坐在屋檐下抽了整整一包芙蓉，漫天飞雪，明明那么轻盈，落在他肩上却重若万钧，压弯了他的脊梁。生母又有话说了：“你们要是听我的，不送刘珠读书，让她嫁人，现在也能娶上儿媳妇了。”他又给大哥出主意：“你先把她肚子搞大，有了孩子，一分钱不要。” 他也会嫁给你的。那会村里有不少男人就是这么结婚的。好脾气的舅舅第一次发了火：“你闭嘴吧，以后我家里的事你少掺和。”生母骂骂咧咧走了。我都是为你们好，不识好人心。这门婚事最后没成，大哥很萎靡，直接辞工了。舅妈很伤心，头发都白了好多，她都快二十六了。 难道要打一辈子光棍？大哥辞工后，牵了网线，买了一台二手电脑。村里的唾沫星子快把我家埋了。一说舅舅舅妈猪油蒙了心，养我这个没出息的外甥女，结果把儿子搭进去了。二说大哥彻底废了，不赚钱，天天窝在家里玩电脑。舅妈四处托人给大哥相亲，可十里八乡的一听家里的情况。 纷纷拒绝，舅妈担心大哥想不开，工地的活也不去干了。大哥白天睡不醒，到了晚上则键盘敲到飞起。舅妈实在忍不住，劝他：“女娃还会再有的，你要振作，不能整天玩电脑。”“我不是玩电脑，我是在写小说赚钱。”大哥说：“在流水线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，他要做点有前途的。” 舅妈不信，我想看看大哥写什么小说。大哥不肯，这不是你细妹子看的。我也将信将疑。也是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时网络监管没现在严格。大哥写的是擦边小说。爆竹声声辞旧岁，转眼又是一年。我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。高二分班后，我进了理科重点班。 丢掉拉胯的科目后，我的排名直线上升。文理分科时，我排在年级九十八。高二第一期期末考，我排在七十六。高二学期末，我排六十二。高三的第一期期末考，我排年级五十五。越往上走越难，稳住不后退，已经要咬紧牙关，想要再往前一步。 更是感觉要突破无数皮筋的束缚，我时常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精进。年夜饭桌上，二哥宽慰我：“要放平心态，你只要稳住这个分数，考个末流九八五没问题，这已经很优秀了。”有时候压垮我们的不是外面的秤砣，而是你心里那根沉重的稻草。那天晚上。 天天玩电脑的大哥坚持给我五百块压岁钱，刘珠拿去买糖吃。其实我早就不爱吃糖了。我与大哥相差八岁，从小相处并不多。或许他记忆里的我，始终是那个偷偷躲起来吃舅舅买的零食的小女孩吧。舅妈四处跟人说，大哥用电脑写小说可以赚钱，可没人信。 没听过玩电脑还能赚钱？是的，好歹是个中专生。我儿子初中毕业，现在也能拿两千多一个月。刘才看来是废了，以后怕是会成没人要的老光棍。这年初二，生母循惯例回娘家，他将我偷偷拉到一边，塞给我一百块，这是给你的压岁钱，好好收着，别让你舅舅舅妈知道了，拿去买几件漂亮衣服。 买点好吃的，我扔回给他，我不要。再说一百块买不了你说的这么多东西。生母脸色尴尬。后来我偷听到生父问他：“你把压岁钱给那个赔钱货干嘛？”生母道：“你懂什么？他万一考上好大学，现在打好关系，以后他赚钱了不帮小伟一把？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”正月初六我就开学了。 学习越发紧张，现在回想那一百多天，似乎是一眨眼的事；可身处其中时，时间好像无比漫长。那些怎么都做不完的试卷，让我有一种错觉：高考永远都不会来。然而，它还是来了。明明才六月，天气却异常闷热。考场外的树梢上，蝉鸣声不断。我想起四岁那年。 大姐带着我一起去捡蝉蜕，这玩意能入药，可以换钱。捡着捡着，我们就走散了。夜色侵袭，林间暗淡。我一边哭喊，一边摸索回家的路，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才总算从密林里走出。跌跌撞撞进了村，远远的看到了家，堂屋的灯亮着，生父、生母和两个姐姐正在吃饭。 一人占据桌子的一边，满满当当，如此和谐，好像我本来就是不存在的。老天爷打盹了，给我安排了错误的位置，错误的家人。好在瞌睡过后，他修正错误，把我放回舅舅家。舅舅、舅妈和两个哥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家人。为了他们，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。考试那几天。 我感觉自己像是蓄的满满的一池水，哗哗哗的往外放。等四场考试结束，所有的水都放完了，身体空空如也，连灵魂也像是飘在空中，空虚无比。我茫茫然从考场走出，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喊：“留珠！”我抬头，在几百个等候的家长中，一眼看到了舅妈。日头西斜。 落在他斑白的头发上，他额头上全是汗珠，抬起胳膊朝我招手。我飘荡的灵魂一下落在了实处。啊！原来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，纵使天涯海角亦有所牵挂。舅妈骑摩托车带我回村，絮絮叨叨的。我跟你舅舅为了供你读书，受了多少闲话，吃了多少苦。你以后要是不孝顺。 要遭天打雷劈，晓得不？夕阳落幕，光芒万丈。我搂住舅妈的腰，脸缓缓贴住她后背，轻声回：“知道了。”舅妈不再说话了，只有夏天的风送来她衣服上洗衣粉的气味。出成绩那天，舅舅请假回村，舅妈起了个大早，从早上五点多到中午十二点，她一分钟都没停。 嘴里也絮絮叨叨，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十几遍，总算到了点。大哥打开查分的网站，输入证件信息后跳转的那十几秒，屋子里针落可闻。语文一百二十五，数学一百二十三，英语一百三十九，理综二百五十一，总分六百三十八。那一年理科的一本线是五百六十七。 跟我平时的成绩差不多，算是稳定发挥。那一刻，舅妈红了眼眶。村里一群没见识的婆娘，我倒要看看谁的女儿能有我外甥女有出息。那个下午，她戴着草帽在村里窜，见个人就唉声叹气。刘珠考了六百三十八分，又要供她读大学，好烦躁嘞。综合班主任和二哥的建议。 我填了二哥隔壁的那所九八五，舅妈坚持给我办升学宴，她美滋滋的。这些人有点屁事都办酒，我们家这么大的喜事还不办喽？到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会孝顺我跟你舅舅，气死那群嚼舌根的婆娘！宴席开了十二桌，村子里婶婶大娘变了嘴脸，艳羡之声不绝于耳。 你这个外甥女没养错，你们夫妻养出两个大学生，真的厉害。刘珠一看就聪明，我早就说过她考得上。等他们两个毕业了，你们夫妻以后的日子不晓得多好过。你舅舅舅妈就是你再生父母，你以后一定要孝顺。气氛正是热烈，喝了几杯啤酒的生母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她眼眶通红，满脸疼惜。 三妹，你能考上大学，妈妈真是太开心了。你这聪明劲跟我一模一样，妈妈早就知道你考得上。他妈撒着我的手，妈妈当初为了生弟弟，不得已把你寄养在舅舅家。其实我一直好挂念你，早就想把你带回家，又怕影响你的学习。你是妈妈生的，我们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。 今天你好好谢过舅舅舅妈这么多年的照顾，以后就不麻烦他们了。你跟我回家。他拽过一旁大吃大喝的表弟小伟，快喊你姐姐一起回家。张伟瞟了我一眼，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吧？大姐拉着两个女儿，挺着大肚子也过来了。三妹，他们是你亲生爸妈，你为人子女可不能记仇。 以后咱们以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我脑瓜子气得嗡嗡响。我知道他们下限低，没想到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。更搞笑的是，还有人附和：养是恩，生也是恩。你是大学生，以后出息大着呢。两边的父母都要孝敬，生母皮笑肉不笑，当然要记得舅舅舅妈的好。但要是我没把你生下来， 你也不会有今天，主要还是要记得我和你爸爸。他伸手拉我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一把就甩开了他。姑姑、姑父，我记得当初把我送走的时候，你们说以后再也不是我爸爸妈妈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从来没问我的学习，没给我出过一分钱的学费，没给我买过一双袜子、一件衣服。我初中毕业那年。 你还想卖了我换彩礼钱？这十几年都是舅舅舅妈在养我、教育我。我说着说着都哽咽了。我高中三年，舅妈一身新衣都没买过。现在我考上大学有出息了，你们跑来认我了？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声调拔高，你们想着现在对我好点，等我毕业赚钱了，就趴在我身上吸血。 让我替你们养儿子是不是？做梦想得美！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。生父气死了，抬手就要来打我。你个小杂种，老子是你亲爹，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舅舅、舅妈和二哥上前一把拦住他。沉默寡言的大哥则一把将我拽到身后。生母忍着不快陪着笑。小伟是你嫡亲弟弟。 你帮帮他也是应该的，妈妈当年是不得已，现在向你赔罪，好吧？说着，她竟屈膝要下跪。今天她要是跪下去，我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村里人肯定会道德绑架，让我认祖归宗，以后我再也甩不开这恶心的一家人。我气得眼珠子通红，恨不得一刀把这恶婆娘给剁了。 就在这时，舅妈冲上去，一把薅住了妈妈的头发，跟她滚成一团。宋春华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！看在刘珠的面子上，我刚才一直忍，但你实在是太不要脸了！你把我跟你哥当墨子冤大头，千辛万苦替你养大了女儿，到了摘果子的时候，你就想搬回家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刘珠以后的彩礼钱都要交给我。 赚的工资也是我的，老娘养了他十几年，这是我该得的。你要把他带回去也可以，你一次性给我十万，这女儿我就还你。吃瓜群众们此时反应过来，纷纷上前拉开两人。舅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嫁到宋家来累死累活这么多年，以前老太太欺负我。” 现在小姑子算计我，她哭嚎着这些年为我的付出。七岁那年，我高烧晕厥，大冬天她打赤脚抱着我狂奔五里地去找村医。十岁那年下暴雨，她去学校接我，回来的时候涨水，她背着我差点被洪水冲走，腿上被树枝刮的伤，现在还有一个疤。初中那几年，她几乎一个人料理了十几亩地。 就是为了多赚钱点补贴我的学费。高中那会，在工地上，大中午十二点，太阳火辣辣，他戴着草帽去捡钉子卖废品。我挖心挖肝养大的妹子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？我不如去死！众人大惊失色，我亦是脸色煞白。大家一边安抚舅妈，一边七嘴八舌指责生母。 你这个婆娘没良心，要逼死你嫂子，你才舒服是吧？这十几年你没养过刘珠，没操过心。平妈子要回去，你要真的在乎她，这么多年有的是机会带刘珠回去。生母还是不甘心，她是我亲生的，我还是舍不得放屁。是舅舅，他气红了脸，是舍不得他的人，还是舍不得他以后赚的钱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 你要是再这样算计，以后这里也就不是你娘家了。生母脸色一僵，不敢置信看向舅舅。舅舅脾气好，且大了生母好几岁，对他一直很包容。生母舔了舔嘴唇，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三妹，过去都是我错了，我如今认你回去，也是想给你舅舅减轻负担。我跟你爸爸负责你大学生活费。 你大哥玩电脑不赚钱，二哥又还要考研究生，你舅舅舅妈负担好重。我嗤笑：“那学费呢？”生母讪讪：“学费不是能贷款？”你看他把一切都算计得明明白白，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就能换一个大学生女儿下半辈子当牛做马，多值！大哥皱着眉：“谁说我不赚钱？你们等下。” 说着，他从卧室拿出一个书包，从里面掏出五叠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，就这样随手扔在铺着红色一次性塑料桌布的团桌上，酷酷的说：“刘光，你放心去考研究生；刘珠，你大学学费、生活费归我负责。五万块可不是小钱。”满场寂静，生母看着一桌的红票子。 狠狠吞了下口水，舅妈拿起钱摸了摸真假，正正发问：“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大哥耸耸肩：“我早跟你们说过，我写小说赚钱的呀。”大哥还给舅妈交过生活费，可舅妈以为是他打肿脸充胖子，交的是以前在厂里工作存的钱。舅妈眼泪刷的就下来了：“好好好。” 弟弟妹妹读书不关你的事，这钱我给你存着，以后买房娶媳妇。他把钱都收起来，生母眼珠子就一直跟着钱跑。舅妈往里屋走，生母也跟上去，陪着笑脸：“嫂子，嫂子，我准备给小伟盖个房子。”舅妈停下脚步，冷冷看他：“谁是你嫂子？我可没有你这样臭不要脸的妹妹。” 这钱是刘才的老婆本，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抠走一分。估摸着舅妈已经将钱锁好，我推门进去，她正一边梳头一边抹眼泪。我站在门口，绞着手：“对不起，舅妈。她虽然平时大嗓门、暴脾气，但实际是个要面子的人。她从来不跟人诉苦，更不会撒泼打滚。刚才那样的行为……” 是降了身段的，舅妈背过身，用皮筋绑头发，再回头，脸上已经没了泪痕。她凶巴巴地训我：“对付你姑姑那样的人，就要以毒攻毒，你跟他讲道理没屁用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要是耳根子软去帮他养儿子，我就一巴掌呼死你，晓得不？”我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知道了，枯木子大喜的日子。 他用袖子给我擦眼泪，擦着擦着自己的眼睛也红了。不用哭，我们宋家以后都是好日子，他们个个都要羡慕。他摸摸我的头发，高考也考完了，这头发以后留起来，细妹子还是长头发漂亮些。舅妈把房门上了两道锁，带着我重新回到席面。大哥已经被婆娘们包围了，玩电脑怎么赚钱喽？ 到底一个月赚好多？我儿子初中毕业也能赚这个钱不？刘才，我们娘家有个侄女，今年二十二岁，大专毕业，好漂亮的，我介绍给你。我也有个外甥女，今年二十岁，是个幼师，条件很好的。她一米七五，一百三十斤的人，混在一堆婆娘里，显得弱小又无助。 婆娘们还在争先恐后推销自家八竿子远的女娃娃。这时，大哥推了推眼镜，低声说：“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。”什么？舅妈平地一声吼：“大哥的对象是他在作者群里认识的，是个业余作者，马上读大四了。”舅妈很狐疑：“你不会被人骗了吧？他要你买茶叶了吗？” 我们村之前有个男孩找网恋对象买了一百多斤茶叶，花了五六万，最后分手了。所以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卖茶叶的女友不能要。没有，我们试过，贫见过面的。我还有他照片。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证件照，女孩很干净，笑起来两个酒窝，眼睛亮亮的。婆娘们遗憾不已，仿佛错过了一个亿。 可明明不久前，他们还很是瞧不上大哥，觉得他烂在家里不赚钱。也是很久以后，我发现有个词很适合大哥：社恐。他看上去酷酷的，话很少，其实是因为他不擅长，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。更多时候，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二次元世界里。大学期间，偶然间我得知了大哥的马甲。 他是一个乡村文作者，粉丝数还不少，写的是乡村神医、乡村神算之类的，还挺受欢迎的，难怪这么赚钱。宴席结束，生母离开时还假惺惺的：“三妹，你别误会妈妈，妈妈还是在意你的。”生父咬牙切齿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当初就应该把你淹死在粪缸里。”我微微笑着，可惜我活下来了。 还活得好好的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好，而且这份好跟你们没关系。生父差点气死，大姐很不赞同。爸爸妈妈也有难处，你也要理解理解他们。我问他，现在政策允许生三胎吗？他微微叹气，总要生个儿子，不然你姐夫和他爸妈那边没法交代。两个侄女穿着破旧的衣衫，怯生生的看我。 大女儿跟当初的我差不多大，我问大姐：“四岁那年，你带我进山捡蝉蜕，后来走散了，我没回去，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”大姐嘴巴微张：“有这回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”你看，他们与你刻骨铭心的痛，与你毕生难忘的惶恐，却轻飘飘的说一句：“我不记得了。”但我记得。我轻声说：“我如果留在张家。” 可能会死在四岁的大山里，死在七岁的高烧里，死在十岁的暴雨中。但我一定不可能以大学生的身份站在这里。大姐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他们到底爱不爱我们这些女儿？你心里真的不知道吗？又或许，大姐作为长女是得到过爱的，但我作为第三个女儿，真的没有被爱过呀。大姐走的时候。 脸色不太好看，虽然大哥说可以帮我出学费，可我还是贷款了。他于是给我买了个智能机作为奖励。学校就在省会，坐大巴不过两个小时。舅舅舅妈却坚持要送我去。二哥翻白眼，我当初去报道，你们一个都没送，我就是自己去的。舅舅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：“你一个男娃，要送什么？” 你妹妹是女孩子，跟你能一样吗？其实后来有个词也很适合舅舅，女儿奴。她对两个哥哥缺乏耐心，但跟我说话从来温声细语。出发前两天，舅妈买了染发膏回来。刘珠，你帮我把头发染染。你看我的白头发比黑头发都多了。膏体味道刺鼻。搅拌时，我轻声说：“不用染。” 舅妈，你这样也很好看。舅妈揽镜自顾，那是自然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里八乡一朵花。但过几天要送你去学校，染一下，免得一头白发被别人家长比下去，给你丢脸。怎么会呢？舅妈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家长，你是天下最合格的妈妈。染完还剩下一些，舅舅正好回来了。 他摸摸头，别浪费了，给我也染一下。二哥靠在门边，翻着白眼，酸里酸气。两夫妻还打扮上了宿舍，是六人寝。舅妈给我选了个靠里的位置，靠窗户，冬天冷，靠门对堂风，半夜说不定还要起来给别人开门。这个床铺好，舅舅给我去买日用品，舅妈给我铺床。隔壁铺位的阿姨说。 你女儿长得像爸爸，跟你倒是不怎么像。舅妈铺床的动作一顿，她是我外甥女，我是她舅妈，肯定不像。阿姨神色一正，似乎好奇为什么是舅舅舅妈送过来，但却没开口。我走过去帮舅妈牵住被子角，语调清晰开口：“我是舅舅舅妈养大的，舅舅舅妈就是我的亲爸亲妈。” 那一瞬，舅妈握住被子角的手狠狠抖了下。好几秒后，她重重点头：“没错，刘珠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是我嫡亲的女儿。”二哥本来就想考研究生，但是考虑到家里情况，犹豫不决。眼下大哥给他吃了定心丸，他开始全力以赴准备。他脑子一向聪明，那时考研还没那么卷，相对来说。 录取率比高考要高，他顺利考上了浙大的研究生，不需要学费。他导师选的不错，每个月跟着做项目，还有补贴，养活自己之外，还有闲钱给我买生日礼物。我念大学期间，五十多的舅舅居然跟着人学电工，还把技术学会了，跟着装修公司干，不是点工，是包干，做一家算一家的钱。 舅舅人勤快，干活细致，一个月下来能赚万把块。舅妈跟着舅舅四处，有时在超市当理货员，有时去饭店打工，总之也没闲着。一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舅舅想把家里的老房子推掉，重新盖。大哥、二哥极力建议他在县城买房，家里房子以后没人住了，没有任何保值空间。 那时，舅舅吸着烟，慢慢说：“我跟你妈住啊，以后你们回来了不得有个窝吗？城里再好，我跟你妈的根也还是在村里。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是楼房，只有我们还住着老平房。这些年，舅舅舅妈不知被村里人取笑了多少次。建一栋新楼房，或许关乎的不只是养老，还有面子和底气吧。” 大二的寒假，大哥女友要登门了。为了迎接他，大哥带我去县城采购，没想到碰到了他前女友。算算日子，他们分手正好三年。前女友手里抱着个孩子，约莫一岁多。天空下了细雪，两人站在服装城门口，就这么闲聊了几句：“你现在结婚没？快了，我对象过几天会来我家。” 还在厂里上班吗？没，我现在是自由职业，在家赚钱。前女友沉默了下，那你出得起彩礼不？大哥笑了笑，我对象说他家不兴这个。前女友的笑容如此苍白，那就好，祝你幸福。天太冷，他怀里的孩子闹腾起来，他哄着孩子。大哥与他道别，擦身而过时，他轻声说。 刘才，对不起啊！进了服装城，空调的热风扑面而来。大哥神色郁郁，我有些不高兴。你怎么不告诉他你现在赚钱了？打他的脸是我当初不争气，也不能全怪他。说到底是没有缘分。他跟我谈恋爱那两年，也没给他什么好东西。其实也是受了委屈的。你看他现在的穿着打扮。 想必过得也不太好，没必要再打击他了。我想，可能就是因为大哥能共情他人、理解他人，所以才能写好小说。大哥的情路还是挺坎坷的。大嫂是独女，又是大学生，一开始他家里是不同意的。后来大哥在省城首付买了房，又买了车。大嫂的表哥恰好是个网站编辑。 知道大哥的名头，家里情况也与前几年有所不同。舅舅有一门手艺，家里没有外债。二哥是研究生，我也是正经大学生，未来绝不会成为大哥的累赘，而且还能相互扶持。如此几番折腾，大哥终于在三十岁高龄得以修成正果。在村里，没有正经读大学的，早早都结婚了。 大哥，好多初中同学，孩子都小学四年级了。结婚敬婆婆茶那天，舅妈哭成了泪人，握着大嫂的手。刘才从小懂事乖巧，不爱说话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就行，我跟他爸爸不用你们操心。大哥叛逆期那会，舅妈说一句，大哥顶一句，要不就是跟大哥说什么，他都当听不见。 舅妈肯定忘了自己那会恨不得拿刀剁了大哥。二哥严三签了上海的一家国企，年薪很不错，而且工作满年限后还能帮忙落户。舅妈气死了。那么天远地远的，以后还能靠到他吗？这个儿子是白养了，他从小就调皮，跟花脚猫一样不着家。果然，现在走到天边去了。二哥拿起手机。 要不我打电话跟对方说不去了。舅妈一把抢过他手机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那么好的单位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。我想早早毕业工作回报家里，但大哥二哥都鼓励我考研。现在本科学历也不算高了，你要是毕业后再考研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爸爸妈妈有我们，要你一个妹子操什么心？”舅妈哼哼。 你先去考，又不见得一定考得上。我问：万一考上了呢？考上了就去读，读研究生又不收学费。我跟你舅舅身体还好，管自己没问题。生母哎呦连天，还要读研究生，再读下去得二十六了吧？到时候都是老姑娘了，还嫁得出去吗？我看还是早点出来工作赚钱是正经。我朝他翻了个大白眼。 我读不读书，嫁不嫁人，关你屁事！专业老师是二哥帮我四处问人选定的，我早早就跟他联系，最后也如愿以偿，成了他的学生，也因此认识了梁成，我的师兄，后来的男友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们一起留在了省城。其实外地有更好的机会，可是我不想离舅舅舅妈那么远。工作两年。 结婚提上日程，那时舅舅的背已经弯了，舅妈的头发也没剩下几根黑的。梁成知道我的身世，我们一起攒了二十万，我把银行卡给舅妈，当初说好的彩礼都给你跟舅舅，这里是二十万。后来我们房子装修时，舅妈把那张卡拿了出来，这里面的钱我一分也没动，你们先拿着用。 我跟你舅舅现在还能管住自己，等以后赚不到钱了，再找你们几个子女要。梁成家条件尚可，婚礼定在省城的酒店。生母可能是老糊涂了吧，居然跑来跟我说我是你亲生妈妈。到时候我跟你爸爸上台，让女婿给我们敬改口茶吧。我直接送他一个滚。仪式那天，司仪让我跟梁成给舅舅舅妈敬茶。 梁成毕恭毕敬叫了一声“爸妈”，我也跟着叫了一声“爸妈”。舅舅、舅妈不以此为契机，我便改了口，从此都唤他们“爸爸妈妈”。爸爸妈妈当时热泪盈眶，连连点头回应。爸爸握着梁成的手：“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妹子，你要答应我一辈子都对她好。”妈妈低下头，从口袋里翻红包。 他的头发是新染的，但发根还是能看出一圈的白。他把厚厚的红包递给梁成。刘珠小的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苦，你既然娶了她，就再也不能让她吃苦，晓得不？我眼含热泪，与梁成一起朝两人磕头谢过养育之恩。是有生恩，亦有养恩。于我而言，养恩远远,远大于生恩。 小时候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在那片密林之中，被无数的蝉蜕包围着，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。后来，噩梦渐渐离我而去，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或许是在舅舅第一百次给我带零食的时候，或许是在舅妈无数次谩骂却依然为我留热饭热菜时，是他们的爱，是哥哥们的爱。 让我走出了四岁的密林，拥有了无限广阔的天空。后记：大学期间还发生过一些小事。二姐就比我大两岁，我读书时她在外面打工，我升学宴她没回，但大一的寒假她回来了，她送了我一条银项链作为庆祝我考上大学的礼物，她一番心意我便收下了。然而没几天。 生母来走亲戚，她说那条项链是二姐买来给她的，不小心送给我了。银项链能值多少钱？她居然巴巴的来要回去了，简直离谱至极。项链我自然还给了她，从此对她越发厌恶。我读研期间赶上妈妈六十大寿，我省吃俭用做兼职，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。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不同。 两个哥哥都是直接给钱，不会想的这么细。妈妈骂了我一顿：“浪费这么钱干嘛？这项链多贵啊！”午饭后，他就戴上，在村里到处乱窜。我家刘珠细妹子做事没得章法，天天辛辛苦苦做兼职，就为了买条这么贵的项链给我。我平时也没得机会戴，你看他是浪费钱不？ 你们家妹子也给你们买金项链吗？得罪了一大串婶子大娘，生母后来也看到这项链，嫉妒的不行。话里话外，她也缺那么一根。我笑了笑。那年二姐不是给你买了一条银项链？她脸上的笑维持不住，讪讪走了。我们兄妹三个都走出了村里，爸爸妈妈却留在了那里。除了需要他们搭把手看孩子。 他们会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，其他时候他们更愿意待在乡下。好在后来有了微信，可以天天打视频。爸爸的微信用不好，妈妈倒是得心应手，每天都在家族群里发各种冒牌专家的知识，类似“年夜饭有讲究，这三道菜别上桌”，家长要谨慎，一个动作避免酿成悲剧。 天天喝一口，孩子不积食，孩子啼哭不止，可能是这个在作祟。有次二哥和我都出差，在沈阳居然碰到一起。二哥给妈妈发视频，聊了几句后，他问：“我爸呢？”镜头一转，爸爸在看新闻联播呢，远远跟他招招手。哪怕身处山村，他也天天关心国家大事。二哥又说：“妈。” 我这次出差跟刘珠碰到一起了，我们正一起吃晚饭呢。只见镜头里小小的爸爸马上站起来，一张大脸迅速贴在了镜头上。刘珠也在呢，你们在哪里出差？他絮絮叨叨问个不停。二哥快酸死了，爸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刘珠是你亲生的，我才是抱养的那个吧？爸爸不耐烦，你往边上点。 你挡着镜头了，二哥差点气死。他吊儿郎当的，婚事一直没有着落。妈妈狠着急上火，每次打视频逼催婚。到了三十岁这年，他总算谈了个对象，是个比他大五岁的学姐，超玉。工作能力非常强，收入是二哥的三倍。妈妈不满意，这么大孩子都不好生了吗？ 而且你二哥在他面前跟哈巴狗似的，我都不敢这么使唤我儿子。二哥横他一眼，我的事情你别管，我追了好多年才追到的。你们要是给我搅没了，这辈子我就不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二哥嘴快咧到后脑勺了。太好了，我牙口不好，这辈子软饭是吃定了。大嫂性子绵软，二嫂雷厉风行。 妈妈年纪渐大后，家族里有什么事都是二嫂拿主意。妈妈慢慢接受了这个儿媳，甚至在村里炫上了我那个二儿媳花钱就是大手大脚，给我买个什么洗脚盆几千块，买个按摩椅要上万。我们田地里做事的哪里用得着这个？带我去买金项链，选一条链子比狗链子还粗，这要挂在脖子上。 脖子都要咬断，会赚钱也不能这么浪费，是不？我总是提醒他，这样下去可能没人愿意跟你聊天了。他不以为意，他们都这样啊！你张婶子儿媳妇给他买个金镯子，他跟我炫耀了八百遍。这就是普通的父母吧？他们其实也不缺这点东西，但是子女惦记着他们，对他们好，他们就开心幸福。 这也是他们挺直腰杆的资本和底气。跟大姐不同，二姐最后没有听从生母的安排，她跟着自己男友跑了，两年没有音讯。后来过年抱着孩子回来了，生母气得哭天抢地的，骂她不孝，骂她白眼狼，骂她狼心狗肺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孩子都生了，也不可能再卖个好价钱，只能不了了之。 生母也试图从二姐身上搜刮，二姐不惯着她，母女两个关系冷冷淡淡的。倒是二姐后来也在省城安家，跟我的走动变得多了。我三十岁生日时，二姐送了我一根金项链，补给你的。原来银项链的事，她一直是知道的。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，她面色酡红，双目氤氲的说：“跟你说一件。” 好笑的是，自从你考上大学后，妈和爸不知说过多少次，说我不听话、不聪明。早知道当初就把我送走，把你留下。二姐说的轻描淡写，可我能想到她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心里会有多难受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如果我留在张家，考上了一中，也不会让我去读，更别提读大学、读研究生了。 二姐，你现在过得也很好。你其实比我更厉害呢。在生父生母那样的洗脑下，他没有像大姐那般被同化，始终坚持了自己，摆脱了生父母。凭着初中学历，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其实他的人生才值得大书特书吧。生母对张伟寄予厚望，在他看来，我既然能考上大学，那张伟必然不在话下。 毕竟张伟是太子，那必然是集天地之精华于一身。然而张伟连一中都没考上，生母想凑赞助费，可张伟的成绩差的太多，交钱一中也不收。后来去念了一个中专，也是天天吃喝玩乐。毕业进厂后，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眼高手低，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闲着。 生母生父着急上火，但有什么办法？这可是张家的皇太子，还是得供着呀。我生下娇娇时，张伟还没结婚，生母给他相了好多个对象，最后都没成。或许他会打一辈子光棍吧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跟我没关系。